美白的过程当中用过的秘方是？我有不开灯啦，就是回家不开灯，就是因为人家说照照日光灯会黑，而且是常大 S 姐姐有讲过，她还是不开灯之类的，所以我就回家就尽量不开灯。但我也不觉得我这样有比较白，好像你以后主持节目对整个棚是暗的，用标打光，头才亮。那陆嘉欣呢？你的我是因为其实我不是真的很注重美白的人，我比较注重防晒。你小时候其实很讨厌别人打阳伞，是不是？对，小时候就超级看不起那些打阳伞女生，一看到就觉得我也公主病什么。你就是在跟路人发脾气吗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心里就觉得，就是因为你小时候很白是吗？我一直都还蛮白的。那到几岁才？就近两年，近两年我都有打阳伞，但是我跟朋友出去或者是约会的时候也是都不打，然后我就自己私底下默默会都撑阳伞。为什么跟朋友的时候不打阳伞？不好意思，因为就是还是想要维持那个，就是对，很帅。他到底他什么 rocker？ 对，好笑，你原来又是 rocker， 偷偷的冲伞，白的 rocker。你干嘛误会自己是 rocker？ 玛丽莲麦真的是美白的，看你白的样子，很少有那种感觉啊。可是你们四个人当中有一位曾经用酱油洗澡。什么洗澡？为什么要这样洗澡？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差不多国中、高中第一年都很黑，因为每天都在外面跑来跑去。我然后在国外没有太在乎，然后之后我开始比较多花。你的美国朋友们都是喜欢黑肤的人？对，然后他们都会笑我。我开始发现就是比较少时间出门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我真的还蛮白，因为很快就变得像死的鱼一样，就是白白的，然后大家都笑我。你说你现在这个肤色会被美国同学认为是死的鱼？你要看什么种类吧，因为像鲑鱼死了还是什么。苍蝇，因为我通常这个是晒黑的，然后我通常会白。这个叫做黑，因为他们喜欢节食，然后喜欢那种运动的感觉，就很国标舞的。然后所以以前我都会涂，我今天有带，我就是我，而且我出道前两三年都会涂黑，然后之后公司发现，他们说你干嘛这样？你不知道这边喜欢白吗？你可不可以稍微在手背上弄一点点？好啊，这个是会染色，三个礼拜会变得这么黑，然后对，瓶盖瓶身上的黑就是那个黑。对，然后这个是这么黑，我真的有用。这个是会黑一天，这是给一天用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会洗掉。我不喜欢真的晒，因为怕变一点橘黄色。哎，对，因为这个是比较久版了。OK， 可以借我们看吗？好啊。对，你这样摸很好重，你把它这样抹一抹，抹一抹是？对，让它这可以喷脸吗？这可以喷脸啊，这是全身的。那这可以吃吗？哎，嘴巴应该不行，不能吃吗？应该不行。涂成这样不是就要模仿黄大炜吗？你在大学生美里面当初就是以白获胜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从小就是叫小白，原因就是因为白。所以如果你是黑的话，其实就不是一个漂亮的女生。嗯。可是她说这个白给她困扰是拍照的时候，她的下巴跟脖子会连成一片。对。结果整个脸就是很长。没错。最近真的发生一件超扯的事，因为就我在户外表演，然后我家人来帮我拍照，然后拍到一张我根本像猪一样的胖，就是因为这里全部连在一起，然后没有下巴。然后他们看就说：“这张怎么搞的？就是我下巴跟这边连。”那接下来应该要留络腮胡才能够对，但是看出轮廓。我录影的时候都很想要刷，要不然我都没有这个。因为主要它的轮廓的问题，它皮肤很白，脖子也白，然后你的轮廓这边的线条又不够明显，所以侧面照的时候一定很快都是白的。是，因为你那边就是真的是没有线条，不是说是因为白的关系。有啦，还是有吧？不是因为你这边的肉就在这边呢？有啦。谁在里面？请他出来好吗？当时来有史来第一次把女明星涂黑的第一个案例要出现了。最无聊的一集内容哦，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画面。我们欢迎第一位王以明小姐。哇！哎，如果脸不拿掉的话，我会以为是蒋怡来了耶。没有，整个很像蒋怡的样子。其实我们节目很用心哎，真的。有，真的我承认他们很用心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手脚，就是这个肤色算涂的均匀吧，还不错，但脚那边被对还不错，脚背就算了，真的还没办法。所以大体上
会以为她是一个黑肤色的美女，对 对, 对，但看起来身材又好。我先帮你拿一下面具哦，然后呢，你把脸转向 S 那边。哎，好像还蛮漂亮的，哎，还不错，哎，蛮精的。你那是什么表情？你有点错愕的样子，哎，要说漂亮可以了，我觉得没有加分吧。有没有扣？有没有扣分？就像非洲的人，你跟妈坐在那边的时候，丑很多的。刚刚就是漂亮的女生，可是现在就是只能说她身材好。所以她如果是在模特儿界的话，去帮我照杯茶来。意思说，如果在模特儿界的话，蒋怡跟他在一起的话，很明确就蒋怡是黑美女，而汪雨萍不见得是。没错，她就只是黑，但是没有后面的两个字。哦，好，汪雨萍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看你要很光荣，因为康熙来了第一次把母明星涂黑哦，第一位，第一位哦。好，准备好了哈，汪雨萍小姐涂黑的样子，一二三。汪雨萍变黑之后少了明星味，反而多了一股男儿的气息。我跟你讲，有一种男孩子的样子，他变成可爱的男生的感觉，他很像会打篮球的样子。你刘海有里面有涂吗？好像有吧。哇，他有，不要露出来，不要露出来，好好。怎么差这么多？他有一种像《汤姆历险记》什么里面那种男童的感觉，像男生。会很受欢迎。他其实真的不太适合变黑，因为其实变黑最主要是会看起来像男生。嗯，所以其实这里面大概，真的涂黑以后大概不太好看的，包括影评啊、白白啊，然后另外来说的话，陆佳也不太适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眼睛也那个卧蚕真的有一点大，会看起来很突兀。哦，很适合变黑的。我们现在要把陆嘉欣跟许嘉玲送走了。为什么变黑头变大了？对，你变得好活泼哦。而且他就有点像大头娃娃的那个，就感觉动作好像很明确。对，为什么？可能在掩饰自己的不安吧。啊，头发颜色。因为头发颜色跟他的肤色太接过于接近，所以哦，整个就大大一块。嗯，其实他这个妆啊，最画的要就是要加强立体的地方，他全部画黑，没有加强。小伟，麻烦你过来一下好不好？你觉得他有比古小伟黑吗？应该没有比他黑吧？比较黑吧？我比你黑，你比我黑的。我们把他画到比古小伟还黑吗？你好伟大！哎，我今天变白了。我们干嘛把人家画那么黑呀？他比古小伟还黑。对啊。哦，其实他今天少的部分就是他没有加强立体的几个位置，所以如果真的这么黑的人，其实化妆的时候会注意，对这个，因为今天他没有像蒋怡的轮廓这么的有立体，鼻子那么的高啊，可是他们刚刚有一直在这边帮我打针呢。就你变得很像某位男艺人，可是也想不出来是谁，就变成男艺人了。他好不适合温柔的声音哦，你现在是应该他现在真的不适合撒娇，对不对？你让汪雨萍走下台步吧，我不想看。来，走走看哦。这样厂商会接受吗？我觉得不会。如果照你讲的说，上鲜红的口红，然后绿眼影，这样会好吗？你也要加入整人的行列吗？你要帮他上一下好了，绿眼影跟鲜红的口红，你有带吗？你帮他稍微修饰一下。好，真的吗？好，你加油。好，王雨萍，我们要看那个李冠仪喽。好 ，OK， 欢迎李冠仪。其实看手脚部分都好。天哪，冠仪小姐，我们先看一下手脚的部分，就更瘦了。天哪，反而身材变得很紧实，好细的感觉。OK， 李冠仪，你刚刚在后台是不是大吃一惊？那么黑？其实本来刚来的时候啊，然后就当时说只有脸稍微用深一点点的那个粉饼打脸而已，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往我的下面就是一直在窜动，我说为什么要用下面的腿啊什么，他说没有，全身才会漂亮。后来我就觉得完了，我的世界应该毁了，我书应该卖不好了。不会，万一你还是漂亮的话，就代表很有说服力。好，真的那个王雨萍你要注意喽。
冠仪小姐被我们涂黑以后的样子，一二三。陆嘉欣艾比改造肤色化妆是很重要。